当时韩国瑜的大学和研究所生活重心就是读书、考试以及各式各样的打工。一次担任议员助理的机缘巧合，对来采访的实习记者李嘉芬一见钟情，却因为这点被狠狠的打枪。第一个，我不要秃头，bingo， 叮咚，第二个，我绝对不要从政的人。那也第三个，最好不要双子座的。哇，那这是中三个，连中三元啊。但是爱神的箭早已射向两人，铺好爱情的道路。两人牵手超过30年，李嘉芬在母亲节感恩会上对着韩国瑜唱起了这首歌。台上深情献唱，台下韩国瑜红了眼眶。回想两人的过往，当年求子将近10年，等到韩国瑜都40多岁了，才终于怀上第一胎，也就是大女儿韩冰。因为那时候他正在当立法委员，那当立法委员经常要上call in节目，所以我们常常笑他说 ，Coco 来讲，他变成什么？变成女儿，他们只要call老爸的话，老爸随call随到的。家里就是。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，比如呢，比如说，就是帮大家倒茶、倒水、洗杯子。我妈妈要喝茶、洗杯子，我妈只要坐在沙发上说：“哎，我要喝茶。”她就哦好，她就去了。韩国瑜在家里就是个温柔小男人，因为超过40岁才当爸，接连有了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。他体贴老婆，更把小孩捧着疼爱，认为念幼稚园时只要开心就好。所以长女韩冰升上小一，才发现同学都会啵啵么，自己却看不懂，产生了恐惧感，成绩差到拿着37分的考卷回家。韩国瑜一句重话都没说，反而和老婆轮流在睡前讲故事，整整3年，带女儿认识国字。宠女的程度连小舅也莞尔。孩子在他的心里面的这个地位很重要，他两个女儿讲的话分量很重。年过60的韩国瑜从没舍弃对政治的热情，这回孩子大了，站出来操盘网络声量，让韩国瑜更具信心，放手奋力一搏。